撳啊，撳啊，再撳啊。牌啊，你再撳啊，升佢上嚟就放翻啲牌落去，係啦，再撳起佢就。撳起佢，係啊！啊，咁啊，慢慢啦，放慢動作啦，係咪？你個咁啊，放慢動作俾佢睇啦。咁仲睇唔明啊？撳四個打色咯。係咪？OK。OK。翻轉頭睇一睇佢先。现在这个是可以出六份的，它有六个窗的，你有一个表，你看你出五份的出四份的都可以，它最多是可以出六份牌。现在第一声就可以了，就按这个按键啊，然后另外两副牌就继续放下去。我现在只有放一副啊，你放了牌之后咳咳这里一按啊，下面这个牌就上来了，就是这样。